大胡的重武护符，这几乎是每个法环玩家必须要拿的一个护符，因为它会提升很大的一个装备上限。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关于这个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小剧情。在盖里德的大壶术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用这种引他们跳崖还是打败他们的方式都好，只要打败三个这个大壶骑士就能拿到这个护符。当我们查看这个护符的描述的时候也非常有意思，众多武器涌出的大壶护符能够大幅度提升装备重量上限，大壶僵持护符赠予自己的战士们，拿多一些好好长大哦。这个话读起来都很怪，听起来也很怪，对吧？什么叫做自己的战士们？实际上这里描述的就是壶和交界地居民的一个关系，或者可以说和褪色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对于褪色者来说，他们死后他们尸体会被这些壶给捡走变成内容物，对于壶来说需要这些强大的尸体强大的内容物他们才能变强，而且很有可能壶本身根本不能自己变强。你真的相信亚历山大是在岩浆水里泡一泡就变强了？那其他所有壶都可以泡一泡就变强了，对吧？在暴风城完成亚历山大剧情之后，我们能获得亚历山大的碎片，它的这个碎片呢也是一个护符，上面描述是这样的，碎片上紧粘着软化的尸块，其中还能看到饰品的残骸，好像是红发英雄的遗物。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之前，也就是说在暴风城之前打败亚历山大的话，我们会获得另外一种碎片，碎片上紧粘着软化的尸块，其中还能看到饰品的残骸，有可能是从前王室展示的遗物。也就是说亚历山大碎片上的红发英雄的遗物很有可能就是在主角打败拉塔恩之后，拉塔恩的尸体或者尸体的碎片被亚历山大捡走了。这样你再去看泡岩浆这个行为，特别像为了把拉塔恩给消化掉而去泡的这个岩浆。当然为了维护胡歌这个形象的完美，我们可以解释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但在天空城我们再遇到他的时候，他明显是知道，他如果想要变得更强，像古龙一样强大，那么下一步他只能把主角装到自己的罐子里。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一定要对我们发起挑战。当然你也可以用这样那样的东西来解释他这种行为，但是你不能解释的是这个挑战是死斗啊，要么他死要么我们死，最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玩家获胜，我们获得了亚历山大的碎片。同时我们还会获得另外一样东西，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内容物，相当于佐证了我们之前的种种猜测，壶中的内容物是因为继承而生的积累物，将战士转化为壶，然后化为新生的壶，总有一天扑向巅峰。 All vessels are destined to one day break, but the great Alexander lived as a warrior to his last.